打了一下，仓库里面。三枚干啊，三枚干，2000我下了。我操！没了吧？没了，就三个嘛，就三个。我怎么直接搁地上了？我操，这车都搁这卡着了。兄弟，三枚干。 这队人郁闷了都。围墙外，围墙外，两个人了，围墙外，俩跳出去。打围墙呗。墙角，直接给我拉右边。烟里，烟里。还有一队吧。没了，那队被他们杀了。OK。 上来，上来！一回，房子，房子。有雷，我丢了个雷。就是63的甲。信我，涛哥，就往右开，全是车身。我直接飞下去。 左边，左边挡两，左边要拉人，来，反坡后面，我丢三个位置。这还有个倒地的。 还有吗？一个烟，一个有一个插头，没有，没看到，我这反正是没看到，真的，在我们后面，停了，停了。哇，敢打呀！我操，哥，不是对面枪都不敢开，对面。慢点，哥，我们直接冲锋。 这个M4小心，M4倒了，M4倒了，别前别前，这个才是挂兄弟，这个才是狠人。补的好快啊，他跟他妈没补。这打的呀！还有俩，还有俩。我这顶上有一个。 不知道，全是消音。我们最开始打的就防守，我操你妈！来来，你站起来跟我讲话！你妈了个废！操你妈！打住！哎呀，就个80的三级头。三级头吗？ 完了，操了！哎，这蚊子我真服了，能救他！哎，这是啥呀？啊，挂狗是吧？